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2021年嘅我最中意嘅新宠物啊！呢一个宠物咧就系对佢爱护有加，因为用完之后真系好爽，同埋咧好舒服，又唔使咧插电啦，咁鬼烦喎！咁呢一个咧就系来自印度嘅 Cancer Van， 系一个魔杖嚟噶，用完之后块面咧会帮你排毒啦，同埋咧佢会排埋咧身体嘅毒素添啊！通常我會以打圈的方式呢，就是 upward 啦，咁就是一路一路咁樣呢，就是按摩嘅。咁你會見到呢，就是會有啲灰色嘅嘢呢會喺塊面出現啦，咁就是呢其實代表身體啲毒素呢排出嚟㗎。啱啱嚟漂之前呢，有粒瘡仔，我發現佢美白同埋消炎嘅效果唔錯，粒瘡仔呢快咗呢係謝㗎。一支多用途，我用埋喺头度添啊！咁我用翻呢一个咧，就系 Rare Animals 嘅头部按摩油，咁就可以减少呢一个脱发啦，同埋咧可以做 detox 啦，啱晒咧有头疮或者脱发嘅问题嘅朋友，而且可以减少头痛，瞓觉瞓得好啲添啊！我會 prefer 咧就係沖涼之前做嘅，同埋唔需要日日做，因為日日做咧未必日日有嘢出，同埋有機會咧係 activate 咗咧啲肌膚咧容易咧敏感或者係出瘡瘡嘅。印度魔杖仲有一個好處就係去水腫好好，而且咧仲可以按埋身體啦，甚至咧係腳仔添啊！希望大家喜歡今次的分享，我們下次再見，記得 subscribe 和按我們的鐘仔了。